哎，我怎么这么衰啊？癌症又复发，是不是又要再打化疗了？妈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啦，我们可以问一下医生看看啊，不然我来查查资料好了。妈，你看，这是电热治疗，他说可以让肿瘤缩小，哎，不然我们问问看医生啊。下一位，白女士，66号，白女士。阿姨你好，这次我们验的癌指数又上升了，可能下礼拜我们要找时间做化学治疗。哎，又要再做化疗。我上次化疗人很虚，胃口又不好，又吐，嘴巴又破，可以不要再做了吗？哦，妈，你不要这样啦！医生，上次我在网络上有查到电热治疗，那个听说可以消除肿瘤，我妈妈可以做看看吗？阿姨，你先不要担心，这次治疗我们可以搭配你女儿讲的肿瘤电热治疗。肿瘤电热治疗会在你身体两侧形成电场，产生电流，那进而加热肿瘤。它有两个好处：第一，它会增加肿瘤的血液循环，让化疗的效果更好；第二，它会产生发炎反应，让免疫的效果更好。简单的讲，它会让有效的治疗更有效。医生，那我可以让我妈妈做吗？可以，下礼拜我们先住院进行化疗，等一下我先帮阿姨先定位，你帮我扣一下我们电热治疗各管师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玉婷学姐吗？你好，我这边有一个病人要安排电热定位。好，我等一下就去准备。好，谢谢。阿姨你好，我是热治疗各管师玉婷。阿姨，那我这边请哦，等一下会跟你讲解一下治疗过程。阿姨，等一下，治疗过程中，你只要舒舒服服的躺在这个水床上，这样子哈，然后这个水在电极呢，会放在肿瘤的地方做加热，然后治疗时间大概需要1小时，然后过程中你只要放松心情，然后眼睛闭起来休息，这样就可以喽。治疗需注意事项：一、治疗前需先排空膀胱；二、身上不可以有任何饰品，如项链、戒指、手表、手机、硬币等。三、治疗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，需立即告知护理人员。四、治疗过程会有流汗、身体温热的情形。五、治疗后请多补充水分，并且注意治疗范围，皮肤有无发红及起水泡的情形。来，阿姨这边躺哦，等一下主任会来帮你做定位，先帮你盖个被子。会痛不舒服吗？不会哦，你只要放松心情，躺在水床上就可以喽。那小姐，我帮你定位好了，等一下如果有任何不舒服，可以咨询我们各管师。OK， 谢谢。哎，小姐。我们进行15分钟了，请问你现在有任何不舒服吗？主任不会，觉得想睡，可是觉得肚子热热的。OK， 这些都是正常的，请你好好休息。下星期我们就从1个小时开始。荣综合医院于2020年10月引进电热治疗仪器。电热治疗是一种新的辅助治疗方式，适用于实体癌，像头颈癌、食道癌、肺癌、乳癌、胃癌、肝癌、胰脏癌、胆道癌、大肠直肠癌、子宫颈癌、射护腺癌、膀胱癌等都可以接受热治疗。它是一种辅助治疗的方式，帮助化疗、放疗、免疫治疗或标靶的效果，几乎没有任何的副作用，不会有累积毒性，也没有次数的限制，治疗安全有效，对癌症病人提供另一种更好的选择。